我们站在雅述馆，刚才上一期说过，埃及的国王老拿自己当狮子来展示，这儿呢又出现了雅述的一狮子，看见没有，面目狰狞，张着大嘴在咬人，也是五条腿的。咱们讲过五条腿的镇门兽，那都是狮身鹰翼，长着人脸的，戴牛角帽的神。那这母狮子为什么一看这面目表情，这儿也没有雄性第一器官，那是给谁的呢？上面还遍布着象形文字，这么凶猛的狮子呢，代表着战争，代表着残暴，这是亚述人献给他们的战争女神伊什塔尔的。这是伊什塔尔神庙门口守护用的五平角的战狮，那是不是和守护宫殿的有很大的区别了呢？奇怪的知识是不是又增长了？会觉得